解放军轰又可以轰炸机又来绕台，这回从台湾南北两侧直接夹击。不过怎么看得那么清楚，原来是早被空军掌握的一清二楚。包括轰六 K 的长剑飞弹，甚至编号都看得超仔细，怎么拍的？空军给大家瞧瞧。IDF 就是飞得这么近，直逼图154。另一张 F16 更猛，飞在轰六 K 上头就战术位置，只要共军军机敢轻举妄动，就可能被击落。空军首度公布共机绕台清除影像，解放军的一举一动全被掌握中。这次解放军动作很大，战机分别从宫古水道跟巴士海峡南北两端出第一岛链，直接在台湾东部包夹，而且还有新面孔苏凯35战机在中国刚服役没多久就来远海航训。现在战争强调是联合作战、整体作战，所以解放军当然要把它各型的军用机去实际的编队演练，这样的一个比较多批次的一个飞行，基本上来讲当然有针对台湾的意涵在，却没想到空军早就准备好给解放军极大的压力，就像中国军方想把人家后院当成自家花园，只要敢轻举妄动恐怕有吃不完的苦头。首度派遣苏凯35战机跟轰六 K 的战机第一次编队飞越巴士海峡，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因为美国有网站在报道说，苏凯35是现在呢解放军哈除了歼20之外最先进的战机，所以它是要给我们施压。对我们台湾来说，美国的网站是说这是一个最糟糕的噩梦，真的有这么糟糕吗？我是觉得这个解放军可能啊、认为台湾哈、就像之前国台办讲的，台湾没有什么天然毒，只有人造毒。这人造毒就是他们造出来的吧？怕台湾人造毒的人不够多哈、一直用这个方法啊、让台湾人越来越反感啊、那这一次这些事实上过去从去年到现在大概累积下来大概三四十次的这个绕台，那每一次当然有新的变化，从过去的单机单批，然后这个可能多批，由南往北，由北往南，各种的他们叫组合训练、那这个当然在我们军方的本来研判之中了啊、那只是说这一次我觉得还是要再向外界强调一次，我们真的不用担心这个。就是说5月11号绕台这一次，我们的国防部很快就公布了照片。对，大家看到这个照片，我说这个照片这是我们的 F16， 对，我们 F16， 这是他们的轰六 K， 它虽然挂了这叫长剑卫士巡弋飞弹，但是最这个是对地啊。那基本上如果我是飞行员的话，我在这一架轰六 K 上面我会蛮担心蛮紧张的，超爱蛋的感觉。为什么空军这一张照片是有玄机的？这张照片叫做什么站位啊、在军方他们叫站位，站了有利的战术位置，有利的攻击跟打击的位置，在后方特别是后面的上方、这个轰六 K 是完全摆脱不了。对，而且我们在后面的上方感觉是我在盯着你看，不止盯着、我在锁定你，你看上头的这一个 AM-12 洞的这个中程飞弹，这时候都不用用，好、这四 G 外的 AIM-9P 好、这一个短程飞弹不用用到它，上面的机炮随时就可以把它打下来。哎呦，要不要打而已。好、这张照片，另外一样啊，你看 IDF 也是一样啊，站的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叫站位啊，站的有利的战术位置。他们每次来绕三四十，是我们都在演练，都在演训，在这个空域，这个空域本来就我们很熟的啊、在这个空域里面，我们透过各种的不同的编队、不同的这个飞行。去，不管你跑到哪里，我们都可以抢到这个战位。所以他们在演练，我们也在演练，我们也在演练啊。而且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觉得这对空军也是一个很好的演训啊。时机时地啊，过去这前一阵国防部第一次公布的时候，他说两岸战机同框，这在过去是前所未见。对。但是这个同框这个照片啊，传回去解放军高层一定气死。我叫你们几个去那边带刀带枪去台湾那边绕。
吓唬一下，怎么传回来人家的照片？你被人家拿着枪抵在后脑勺呢？被能看吗？被打很难看啊。对，这个要宣传哦，是一个失败的宣传啊。这一次也是等于我们军方心理战上面的初级哈，我觉得这个是有做给对岸看的啊。那我们老百姓当然看到，就是我们的战机在这里随时紧盯着他，不会让他进来，这一点我们让我们很放心。对对对。那至于刚刚谈到苏-35，对苏-35的部分哈，因为苏-35必须平时的去平息他哈，就是说因为他是这个共军这几年跟俄罗斯采购的啊，那他事实上他除了不具备完全逆中的功能之外，它的性能的确是可以号称第五代战机哈。那因为没有逆中的性能，所以打个折扣算是四代半。对。那它的性能上面跟中国自己哈过去去仿造俄罗斯采购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歼-10、歼-11、歼-15、歼-16也好，歼-20、歼-31也好，基本上人家是原装进口的啦啊，俄罗斯的。所以俄罗斯基本上它在这些空战的一些性能上面的确是比较强的。那苏-35它的确是有一些优势存在啊，相较于共军这几年自己打造的这些国造战机，那对台湾的威胁是不是具有一定的威胁程度，我必须坦诚这个部分我们军方也审慎在评估啊，我们不会去轻忽它的威胁。就是说很多人在讲说我们的 F-16 要不要继续升级 F-16V？ 对，因为这样子说好了，因为苏-35S 哈，他们买了24架，现在交机19架哈。这型的战机大概有几个优点啊，它的优点就是说它事实上它是等于苏-30的升级版，但是它的机身更大啊，机翼也长，那发动机 AL-41 的发动机又更这个推力更强，那机身这个重量减轻，它用复合的材料，所以它的这一个动力非常的这个能力性能各方面在譬如说近战格斗哈，上面的能力是蛮强的啊，因为一般大型的这种战轰机哈，近战的时候是不行啊，像歼-20就被说它的这一个飞行的姿势各方面去研判它的这一个空战的能力，近战来讲是不行。但苏-35的确它有这些优异的性能啊，再加上它的火力，因为它机身大，哦，它载的油就多，它带的弹，它12个挂点带的弹就多，它空对地、空对海、空对空的飞弹都能带。啊，那所以这一型的战机的确，连美方他们也评估，它对不是说台湾或日本，甚至连美方他们认为说 F-22、F-35也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啊。但是苏-35的一些缺点也不是没有存在，啊，我们也不用去过度的去夸大它的性能。就是说苏-35基本上，中共接机可能才几年一两年的时间，那部署在广东的这个遂溪的基地，它本来主要是要面对这个南海的威胁，哦，那这一次罕见就是出巴士海峡，但是它出去之后，它并没有绕台，啊，像他们讲的说什么拥抱，你苏-35是手还不够长啊，哦，还是抱不了，啊，那还是只有慢速机，像轰-6K、图-154这些运-8这些电战机等等之类，它有办法慢慢飞，这航程够，但是就是被我们这样盯住嘛。那苏-35这一次等于说它出去，我看起来是空机未挂弹，还是在这个等于刚起步的这一个出海的试飞阶段啊，那它还是有一些缺点，譬如说，因为它没有逆中的能力，那中共的军方是认为说它的进气口的设计是有雷达反射的这一个功能啊，所以某个程度具备啊某个程度的逆中能力，但是整体上来讲，它还是比不上 F-22。啊，那没有逆中能力的情况之下，它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它的雷达，他们翻译叫雪豹雷达啊，它的征收范围是蛮远的，大概有将近400公里。那这型的雷达它是被动式的，这个虽然也是号称相位阵列雷达，但是它是属于机器扫描式的。那相较于现在美军新一代战机，包含未来性能提升 F-16V， 都是主动相位阵列雷达 ISR 雷达。所以这样的雷达对上我们的这个 ISR 雷达，征收距离也许我们比较短哈。但是我们的这个对空对地的这个雷达的这个扫描的能力不见得输它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F-16V 配备的 AIM-9X 的这一个可以180度转向的这个飞弹哈，对于苏-35非常不利。为什么？它机身大，那它又没有逆中，它很容易被雷达发现啊，那它的两个双发动机本来是它的强项，但是这两个发动机你动力越强，你的红外线的这一个等于说你会被雷达征收到的可能性越高，那我们的 AIM-9S 可以追尾啊，就很容易打到，一旦被锁定很容易打到。